由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等主办的第三届青少年科普书籍阅读奖励活动进行颁奖仪式。今年的主题是热爱科学保护环境，主办单位一共收到998份参赛作品，同场亦都有澳门环境保护的专题讲座，向在场中小学生讲解人类最急切面对的环境问题，培养青少年保护环境的意识。